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引流必备，外面收费399的抖音拓客脚板，号称适合所有的安卓手机。大家看一下，主要是模拟人工随机观看这个视频的，观看视频，包括点赞、关注和评论。这是可以直接引流的，手机适应机型是安卓7.0以上系统就可以，不支持苹果手机。本期这个是需要卡密，卡密的话也是几块钱一个，本网站直接提供。这个是下载以后的整套百度网盘的教程内容，包括教程的使用，还有 APP， 还有卡密的获取，都详细的介绍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一个网站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拓客脚板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